打完几天我昨天是，就是说今天美方对于我们，他有这个要求。乔，你小心。啊，说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获得美方支持的话，他把这些产品、这些畜产品都当成是一个他的要求的项目。可是今天陈宝基陈主委好像还是说，美猪没有办法开放，因为它对国民的健康会有影响，我们的那个猪肉食肉量、食用量比较大。还是就是我们在各部会间的横向联系，还是没有沟通好，没有达成一个全力拼 TPP 的共识。现在当然这个整个 TPP 的这个参加，我们参加的这个时机啊。现在并不是说一定要做决定的，这个谈判的决定的时候还没有到啊。我们如果参加谈判，然后我们参加这个谈判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做决定，那个时机现在还没有到啊。只是我们现在在准备我们自己，等到它开始开放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够开始参加谈判。这个跟谈判最后要做决定，它还有时间上的距离。那我们当然就是一定要争取这些时间了，来，哎，小心了，小心那个，谢谢，这边这边，谢谢，谢谢啊，那我们一定要争取那一段时间了，是啊，要这边这边请，所以跟农委会的沟通，谢谢，一直都有在进行，一直都有在进行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我们部会之间的沟通跟协调，它这个一直都在进行，好，OK，我们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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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